网红阿杰日前遭到一名实况主爆料，有女友还多次约炮，甚至更透露阿杰私人器官的细节，瞬间在网上引起讨论。随着争议持续延烧，近日阿杰就在脸书贴出声明，他表示还在国外工作，才几天就那么多讯息，谢谢大家关心。不过谣言止于智者，只是私事占用到大家时间，他向大众致歉，更强调公开的平台往往很容易被带风向，分清楚是非黑白查证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希望所有讨论就此告一段落，并让他保有私人空间，把社会资源放在更多值得关注的事情上，同时也请大家避免在网络上有不理性的讨论，以免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，并发出委任律师的声明。而且我们发出后，就眼见网友发现声明稿每一行第一个字组起来竟是我才不止八公分，但网友看了全歪楼，笑翻直呼连陈清都这么有梗，藏头诗太好笑了。